是啊，你是在欢喜什么呀？哈，口口我来你讲，你知道哦，人哦，庄姐对咱足好的呢，你知道哦，人我过年嘛，领着红包的，哇！什么？我喊你好康哦，哎，安尼吼，你过年进前哦，我一定要送庄姐吼一个是新年快乐的手语哦。新年快乐的手语，哎，我阁唔捌看，哎，口口，你阁有影？这个法宝，我不爱相信。当然咯、迄是我发明的呢。来，进来，就过来，开始啊、哦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啊！这就是故意 NG 版的。来，开始来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哈，什么你发明的，够 NG？欸，你这叫做手语哦。我这叫啥？对啊，真正是手语就是安尼啊。啊，这个最重要呢，就是要希望呢，祝这个英腾集团吼，一滴兔年的业绩。笑面的，较笑面的。好，你无笑面。哎呀，无笑面的。好啦。啊，就是吼，要祝吼英腾集团的业绩哦，像今年的兔年一样，怎样跳三级跳。还有呢，这个在今年兔年呢，红兔大。突飞猛进，发，知无？我你讲，今年吼一定吼足好的一年啊，就对啦，会知无 ？Coco， 你讲也正对。嘿，咱今年吼，因为吼，咱惠阳吼，阿哥咱公司的遮个同事吼，大家拢足怕面，所以呢，咱公司呢一定啊，今年的大红兔大展。啊对啦，啊你对惠阳阿哥挺好，你有没敢讲啥？一定免不了的啊。因为呢，惠阳啊，他现在是董事长了哦，所以董事长呢，一定也需要一位董事长。卖毛病都抠头发，厉害嘞！好了，太夸张了。来啦，来干主编啦。董事长当然需要另外一半的这个董事长。无啦，你还为惠阳一早开始讲起啦。惠阳，嘿啊，惠阳现在是董事长了呢。惠阳现在是董事长，年轻有为的董事长了呢。你要甲惠阳啊，挺好拜年哦，哎。对不，因为你，好，来，你帮你们公司啊，你是开始录了吗？快给我 close 这样子。那当然啦、啊，一定要啊，免不了的啊。因为现在呢，惠阳他已经是董事长的，所以呢，我就祝董事长呢，他在今年找到他的心爱的另外一半，哎，早一点呢，让庄姐抱金孙呢。讲到抱金孙，我来收掉对。咱公司即马有一个新产品叫做洗衣粉，安尼啊，咱来紧甲推广。好，拜。那干啦，庄董上抱金孙了，所有其他的这些想要抱孙的人哦，才有机会，啊，无拢生查某的呢。对啊。所以呢，相信今年呢，除了这个惠阳呢，他可以心想事成之外，另外呢，就他第二位帅哥叫做廷豪，廷豪啊，我也祝他呢学业呢。飞猛进啊！哎、欸、哎，阿哥有一个呢，伟志呢，阿伟志你唔都未记。啊，当然嘛，别提啦，一定会记得啊，因为呢，庄杰呢，他生的都是三个帅儿子啊，那最后一位这个伟志呢，我也祝他哈、哦，在这个就是也是一样，学业上呢，课业上呢，能够越来越进步，阿呢，哦，而且呢，身体也健康。你若看 Coco 伊领衫有啥无共，我设计。哟，看到未？看到了吗？转两圈。转两圈不能转过来，转过来后面很难看的。OK， 好。外面吼是看不到的哦，真正看无，因为吼这是历史哦，精心设计耶，专利性诶，这个里面的这衫哦。哎，庄姐，如果说你也想试试看的话，我那也是安尼吼，用一领衫安尼互你穿看嘛，你感觉一下呢？那无，不是，等下要出去啊，要甲出头天的吼。对，每一个人就转一圈，注目的焦点。啊，那镜头要一个黑点，可能去弄着喷着一下，对了，没错。碰着吼，那水衫我收着，咱吼去拍这个叫做户外写真嘛吼。啊，我刚刚。他要加水哦，所以啊，要加邀请
庄董一定要带咱来去拍一支这个写真集啊。过年这时间呐，拄好庄姐你也不出门啊，无要去其他所在，等下时阵啊，咱就会使来去拍写真集哦。对哦，而且呢，要穿这样子很特别的衣服，让每一个人呢，哇，看到你穿的这个衣服是眼睛为之一亮啊！还是室内也可以拍，对，室内室外都可以哦。好，最后呢，周姐，祝你呢越来越青春美丽，青春美丽，快乐又健康。示威网络电台，我是吴立，我是王美薇。示威网络电台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还有两手，你只把一个人。安尼。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没啦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哦，我再来。就啦，来重来。好。四位，四位网络电台。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哎，来重来，四位网络电台来讲啊。四位网络电视台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哎，重来，再来一次。四位网络电视台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哎，所以我们四位网络电视台啊，感谢庄董。那无庄董，我四维网络电视台都无迄个更加精彩的内容啊，所以呢，四维网络电视台，四维网络电视台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